吃饭的意思。我们剧组不是老是什么干饭组，是不是一顿是这个意思？嗯，就是剧里杨紫跟那个井柏然的 CP 叫一顿 CP 嘛，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 CP 名有什么渊源吗？我促成的。嗯，汤丽丽是他们一顿 CP 的最大神助攻兼头号粉头。对，我是他们路上的绊脚石。是的，哦，是不是吃饭的意思？我们剧组不是老是什么干饭组，是不是一顿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一顿饭的意思吗？是这样的，一顿，对对对，然后一顿嘛，就一顿饭嘛，行，没事，尴尬过了。好，谢谢。